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果节目。那么在谈到心理环保的时候呢，师父谈到所谓心理环保呢，就是要用正知正见去取代邪知邪见。什么叫正知正见？那我们也知道佛教界近年大力的提倡所谓正性的佛教。什么又叫正性的佛教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师父您在前几集里面也提到所谓的正信跟迷信，您稍微解释了一下什么叫正信，什么叫迷信。那是不是可以更详细的跟我们说明一下，正信的佛教是什么意思？我也讲到说，所以正知正见或邪知邪见是。这个邪知邪见呢，有的时候也蛮动听的。这个。比如说让你能够很快的升官发财，能够很快的有好运，很快的呀能够有大房子，有小汽车，样样都有哈。对，我听说有人说你去做火供大概去烧一些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就会因为你奉献了一些什么，烧了一些什么，你会发什么比较大的财？对，有一些人呢，专门教人家吃一种什么咒，马上啊就能够发财。这种不是正信的佛法但是那种有没有用呢？好像有一点用，也不完全没有用的既然有一种这个宗教的现象出现，它总是多多少少。有一点用，完全没有用不会有人信的。那我们不能说他那个是邪教，我们只能说他自见不正确。自见正确的是一定不能够违背这个种瓜的瓜，种豆的豆这个因果原则。是。如果违背了种瓜的瓜，种豆的豆那因果的原则的话，那应该都是这不是正确的知见了。非正确的知见往往养成一个人的一种惰性，巧取豪夺，还有呢投机取巧，还有呢不劳而获，这个大家都希望的。如果走到马路上去，最好不要去工作，就有一袋黄金。再到哪个县城的捡回来就自己的，最好在哪里旅行的时候，这个路边上看到有一袋美钞，这都多好。或者是呢这个脚一踢啊，踢出一块啊这个一块大钻石，多好啊。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梦想，对这种幻想。那也有些人希望梦想成真，或者是幻想成真，那就用这个就是不是正当的途径来取得他们呢不应该取得的东西，那就是变成叫做我们叫邪知邪见了，就是不是正确的知见了。从正确的宗教的立场来看呢，我想没有一个高级的宗教啊是鼓励人家去不劳而获，总是要我们去多奉献，多赞叹，多努力，就这股耕耘呢不要问收获，收获自然会来。你奉献的有多，得到的回馈呢也会有多。我们常常讲说布施的功德就像是挖井一样，你的从井里边打出的水有多，这个水啊还不断的会来。如果你不打这个水，不打出去，不用掉水，那井里边的水永远是这么多。你水打的越多呢，井里边的水来的越多。这个都是形容做我比喻做我们呢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呢要付出为第一，然后才能够收获。我们这个因果的观念常常有这个另外一个比喻了。所以种瓜的人一定得瓜吗？不一定。种豆的人一定得豆吗？不一定。如果遇到旱灾
风灾、水灾、冰雹、虫灾，那你种的什么东西大概都得不到。如果人家不种瓜能得到吗？不种瓜也得不到，更得不到。还有种瓜要种到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去，种瓜以后也要给它浇水施肥，要给它充足的阳光，那这个瓜可能长得就会好一些，长得大一点，那栽培起来的东西就可能呢又甜又香又肥又大。如果说我们种了瓜以后也不去浇水，也不去施肥，也不去拔草，那个瓜可能长得最后啊变成被草吃掉了， 被草掩盖掉了。是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都是鼓励我们呢要努力耕耘，努力地去耕耘，它自然而然有收获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叫做政治正见啊。是，如果说是一个不是用这种方式的，那这用智慧，用智慧也是努力的，用智慧去想，去考量，去啊发明，去发现，人家是没有生产过的东西，没有见到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发现拿出来用，这个是自己的智慧。所以用智慧这个赚钱呢比较容易赚，这个用这个体力赚钱，赚钱是比较困难的。但是自己智慧不够，你还是先用自己的劳力吧。这个还有呢，有的人用这个财产，就是自己的资本去赚钱，这个比较更容易了，这个根本不需要做什么，只要投资就可以了。那不一定，你如果投资你没有认真投资的目标，你投资进去以后可能也会啊也会变成被打掉，变成没有。所以这里边智慧还是蛮重要的，一个是呢自己的努力，一个你积蓄你自己的财产，积蓄你的储蓄你的福报，然后用福报来培养福报。那同时呢要积蓄你的智慧，用智慧培养你的福报。那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需要啊这个什么巧取豪夺，其实那些东西都会来。这个是正确的知见，这个是正确的佛法上的观点呢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否则的话就是邪知邪见了。是，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。那么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